慢点。终于盼到妈妈来了。你们不喝水吗？我这。看到外孙子了。Day two， 收拾完了，今天出院。可以回家了。咱们俩来的时候一点准备都没有，什么东西都没带。穿啥了？ 来着，然后出院也是穿上回去。原来就带一个那个小包，就那一个包来的，然后现在回家。这么多东西，还有宝宝。终于回家了。回家。把宝宝放在里头。一会儿你抱着他去。行吗？你快毕业吗？一会儿到家了，妈妈也来了。我们都回家了，我是不是能去钓鱼去了？